太师府的人冤家，到底这是什么代志？哈？无什么代志啦，因遐人重色欺人，我跑不平，唔只发生口角啊。哎呀，长兄，你年岁已经未少了呢，啊？到即阵你还阁遐尼未享受，你好好啦唔去做，你是安怎去惹因呢？阿妈。因遐人靠身有钱有势，都阁欺负影亭头内面一个表演的姑娘呢。我讲的是真实呢，你在笑啥？阿嬷，假使我以为那是无唔对，重雄表兄是一个重义所在的小英雄，也阁是一个领乡效育的大英雄，一定是伫个街啊为着甲人争风头，唔才会发生这款代志。哎，这点你拄拄又唔对。我是为着阿嬷才会出头的，啊？是为我？阿嬷，今仔日是你老人家七十的大寿，顶上遐热闹的顶头，拢是要来给你老人家贺寿。太师府的人闹代志，安尼敢是对你老人家真大不恭敬嘞？对对对，你这个理由阁不只好听哦。就算讲你了阁较大的麻烦，阿嬷嘛袂责备你。我本来就无唔对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人哦，袂输敢那精神带来的冤结的。恁是自细汉就斗阵到大汉的哦，也拢无要让输啦。我才看恁哦，那是完婚了后，看还阁两个人会点啊伫咧搭嘴角袂？阿嬷，拢袂啦，你拢较威。重雄啊！阿嬷也无爱搁再甲你讲啥物个，是讲今仔日发生这个代志，恐惊的太师府的人会来报复。有影，顶一天你敢是有甲阿嬷讲你要去倒位佚佗？我是讲灵山，遐个五峰平嘞，真出名嘞。好好，等候呐，寿宴完毕了后再予你去，避一个风头也是好。阿嬷，你真是要我去游灵山咯？但是爱有一个条件哦，这阵若是转来，就爱好好修心，当完成恁的终身大事，爱一个了结，知影吗？啊，一言为定。